动力比较足，干活也比较轻松。我是陈克斌，是乌苏市干河子大石庄子的，一台2804，2017年买的，7000-8000个小时吧。这个车整体性能还是可以，也比较抗造，因为车也自身也重，干活还是可以。这个2804，我们基本上每年生松，肯定在15000亩地左右吧。春天拼个地，发个地。活多的情况下，24小时不停。24小时的话，肯定生松的话嘛，也是个700-800亩地，油耗还可以吧，1公斤多一点吧。换油啊，都是好油。修理也比较简单，方便嘛，它地方大嘛。